这是我种的巴西龙眼，看到吗？已经成果了，树上好多啊，巴西龙眼，看到吗？种了几颗巴西龙眼，之前还不知道是什么树来的，后来查才知道是巴西龙眼。我种了好几颗的巴西龙眼，这边一颗，还有这里有一颗，这里的也生果了哦，很甜的，让我吃了。那么我的巴西龙眼，哇，好大的果，等一下要采来吃了。这里还有一颗，就在那里，看到吗？巴西龙眼。